Hello，大家好。我还在看阿一哦，天啊，有这没有好好看完过阿一耶？Hello。63057啊，这个就。哦，这也可以小鸡鸡没关系。三。感谢杰云的超级留言。哦，对啊，恭喜你今天国士无双了。那你要想一下，BOSS 赶快打一打，你们就 BOSS 场可以玩了啊，那不是很棒吗？很棒啊！打完吃晚餐，好。我在等我的晚餐来啊，我的晚餐还在电锅里面。结果我，对不起，吞到猫毛。结果国士下一局原本也可以再一次国士，没想到被拖到流局，没办法喽。抱歉，我来了，我起来了，合了啦，切了啦。对啊，懒得三麻了，三麻太久了。通常没来是自加班，说自加班。No，银狐怪物，银河怪物，你怎么又碰了？
在加班哦，通常没来四字加班，白痴哦，但是看不懂。哦，等一下换角色，提醒我换角色。大才帮我买了香喷喷的衣服。然后今天是大才跟我讲说修罗场还有吗，我标题才会改成这样，没事我演活。哎呦断了，你要不要背我啊？哇哦哇哦，哇，说来就来，没还没说啦。我自摸了，你怎么改成泡芙机长啊？你今天要用看香闷闷的雏田打架？对啊，开台前一直想到说要用，用到忘记。泡芙机长花大财，我要，重要啊！龙，因为不想要，是绝对发大财。哦，那要改泡芙机长，绝对发大财。黑桃安安，黑桃。碰，欸，对耶，踩鸟。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菜鸟，我还没看见北风哎，北跟什么？北跟东。哇，小四喜！哇，碰碰。有啊，其实北有打欸，然后对家很亮，没事，不干我的事。嘴辣，结束了。耶，结束了，东二了啦，东一。中二，好了，下一场，然后换角色，整理服装，这只，哒啦，跑去帮我买衣服，你们会听不惯这个歌啊，音乐，我想我在玩魔力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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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们未免太快了吧？对啊，你们未免太快了吧？我们的捷运还没抢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彩鸟，你起手是几张字牌啊？我只记得我换了一张西风给你而已啊。嗯，好了，金群你打个大家安安就好了哦、喔。哎呀，哎。金群啊金群，我真的没办法救你啊。你知道那时候把你给 ban 了之后，我跟蓝蓝解释多久吗？我说你怎么就这样把人家给 ban 了？人家打招呼而已。我说他已经四天了，喊了四天了。包含三个吗？不包含，你可以漂亮。然后在哪？我在护士旁边，格斗的仙人掌。Hello? 格斗哪一只蓝色的？炒这也行，什么东西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好小声哦，把它调大。语音，嗯、啊，语音，你看这个位置，哎、欸，他画的好棒哦！讲真的啊，他其实这个位置画的很棒，而且没有大头针。我的游戏声音什么游戏声音？リーチ、ピンク、ドラさん。我要用哭的那个。好了，我的格斗在哭了。你等一下有空来护士这边，再来帮我医伤。我的游戏音效相对偏小。啊。正常啊，我把它调小。因为，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，我那几天跟他们玩的声音是不是会，他们是不是声音偏小啊？因为这一次
就上礼拜的轻松高校，我在后置的时候发现他们声音好小哦。我每次剪片是拉两个音轨，那这一次我拉到了三个音轨。太默默的了吧。我有新的耶，这个哦，感谢喵哈，小声，当下没感觉其他人小声，对不对？我当下也觉得没有很小声啊。没有可能，一边呢？不了啦，我想拼啊，可是场上完全没小鸟欸，他拿了三只鸟欸。一手三只，我也没有办法。G，三倍溢满啊，影片啊，就只有大四喜自一色那一次而已。哦，我的咖喱来了，我的咖喱。
直播吃咖喱吗？陈夜萌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想要这一张啊！他没有留满啊，他没有留好留满啊。我是不是看错人了？谁？他不陈烨哦，我星辰哦。哦，对不起，看错了。真的哎，反正叫他又没关系，叫他不用钱。没事啦。看，我要把你们 ban 了哦、喔，不要逼我。よかった。他有想到火鸟，有火鼠跟柴鸟啊。是星夜又念错了，对不起。哇，我可以念错成这样子，我真的是。及人才欸，怎么可以错成这样子啊？天啊，我怎么可以一错再错，错成这么离谱？这标题下的真好，是不是？就说今天我眼托吧，哪有一杯口啊？我被恭维，哪有？那不能乱来、欸，那不能乱来、欸。我会下标题是不是？这不是钓鱼标题耶、欸，很用心在下标题、欸。陈烨，就是啊、哦，结果你被调出来了，嗨，陈烨萌，我闻到你的味道了好吗？臭臭的、欸，下标题真的超难下的哎、欸，然后下一些很耸动的，然后又想说，看我真的很不喜欢下钓鱼标题什么之类的。结果是，答案是小雨告了哈记，原因居然是这样子，就很不喜欢下这种标题，我觉得好烦哦。我没玩王国之战，因为我手很痛，我不能玩，我现在不能玩 PVP 啊。我连这礼拜因为取信那一次玩第一场吧，我的手就差点炸裂了。我手已经差点炸开，你知道吗？我都老实打标题啊，我之后也是了啊。啊，白痴！喵哈！喵哈！
打错了啦，喵哈，喵哈，再来一张。可是我今天标题很糟糕哎，你不是跟小白在玩那个吗 ？Happy 手，海边笑了，喵哈哈。我的一杯口七对句，今天是鬼灭在搞三角恋，看一下哦、喔。喵哈喵哈喵哈哈。哦，你在玩的那一款哦，啊、哦、，Switch 那一款，一杯口没七对子吗？你不要再乱叫，你看，喵哈，没有啦，哎、欸，抱歉，我刚刚忘记我有七八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记我有七八九这回事了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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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是二杯口才没七对子吧？哦，有七对没一杯哦，北七哦。抱歉，你看，我现在眼不止眼皮啊，我现在脑袋也不清楚。我现在每天作息真的跟鬼一样耶。我用龙。天拜できてよかった。那款游戏里面的内容真的很，我觉得就很那个啊，很怎么说，很自由哎、欸，啊又很强。修罗路难了，很长吧？之前玩修罗蛮长路难的啊，你忘记早期我怎么玩的？这狐狸好眼熟，这狐狸是之后的狐狸，应该不是早期的那只狐狸了。嗯，对啊，早期很常路难呢。我没有东一东二兽人飞啊，我是把人家的牌变大，让别人去杀人。我早期是借刀杀人，好吗？他也偷偷来，我想说我要偷偷来了。好了，不管我例子。他偷偷来，放弃吧。我知道啊，不要叫我打牌哦。你等下叫我打牌，我就开始从这边开始打过去了。我要让你气死，死了再死，气了再气，然后让你关掉我的直播。好，先走了，拜拜。
是吗？上加什么嘞？端摇酒吧。妈的，都偷偷摸。哦，你是说你先三万分走是不是？好了，结束了，感谢。然后咖喱饭根本还没吃，哎，这好大一片哦，感觉买的真的很值得哎，谢谢大财，谢谢泡芙，差一点点，走啦。之前不是有那个的宣传片吗？就是那个雀魂的宣传片，哎，那个真的可以出动画哎、欸，小动画也好啊，像天竺鼠车车那一种，感觉很棒哎、欸。哭爆！雀魂漫画不是漫画啦，我刚讲错了吗？我说雀魂可以动画。哎，现在不要一直挑我语病，我现在其实我的现在 EQ 非常低哦，我是那种会在随时关台的那种人哦。小心哦，我现在 EQ 是低到会可能一个关键字我直接按下结束直播这个按钮。干嘛？不是啦，我的天，定牌会气死，气死什么？敢送你啊！你是不是要这张啊？哎，不是哎、欸。哇哭！算了，今天不抢房了，有抢有机会呀、啊。这云是不是？你现在放弃了？
就真的放弃了哦。嗯，你要煮东西哦，哦，好吧，路上小心。哦，吃咖喱。等一下，我的光遇创新了，创新了。灵芝汤，我的天哪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不会，幽花，幽花，哎呀，啊！灵芝的好坏取决于多糖体。极品灵芝，嗯，打掉这个，感謝ます。喜欢麦当劳吗？喜欢啊。老鼠。晚安。欸，老鼠这个为什么最近又开始红起来了啊？之前才讲过老鼠吗？米老鼠，我再不补血真的会死哦。老鼠，你要烧吗？我们可以其实不用烧了。我跟你讲，武力值才能烧的幽花。其实大花不用烧了，我们跑个试炼。其实也都够了啊。
什么道理？那可能，哎呀，不打。看起来怎样？很想烧吗？我没有看到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那我们来烧。哇，你难得，他在哪里？我没看到他在烧啊。好啊，帮他烧。感谢卡比的续订。哇，你难得。我现在在聊光遇的东西，因为优花他其实之前都不愿意帮人家过一些任务。老鼠，你们交给我，你上去烧啦！我没有空，我不能玩，你去烧。不能什么干，是啦，我你除非我粒子我才能烧花，不能烧齁。你下次给我边玩日麻边玩的光影试试看，这几天卡住了，今天买回来安安啊。有对方看不下去了，笑死。有人记得房号吗？六三多少忘了。你有那么无情吗？你无情死了哦。欸，那时候在进阁那个什么有四人要拉的那个机关，你还跟我讲说我想要直接进去，欸，我说就帮他拉嘛，你多无情啊，拜托，你可是无情的跑毒七系呢。感谢你要出征了，好的，你们又多一个对手了。教主可不可以传灵芝给我看？好啊，你传啊，就只有灵芝哦，不要再传什么哈记女仆装之类的给我。每次滚个几次，那个对话记录都是哈记。等。怎么办？我把你爱的老婆玩成这样子，你是不是要吐血了？你。天敗できてよかった。看一下捷运船的。原来灵芝是长这样子哦，有那种像坏掉的电线啊。老鼠。
林芝是胖的香菇，不不不不不，他拍的那个芝士很像那个葡萄的皮，不是芝士啊，他拍的图很像那个葡萄的皱皱的皮裹在那个像变线上面。没有，我只是想把别人的牌杠大，结束这一回合。我来做我以前在做的事情了。我无意，我知道。我按下结束直播咯，我现在就要按下去了哦。我的滑鼠已经慢慢飘过去了，我看滑鼠，它已经按。在按下直播的旁边喽。好烦躁，我的 EQ 怎么变这么低啊？拜托不要不要，就不要把我当新手，不要哦！我真的不想开日麻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EQ 补充不够多，没有啦。好啦，下一批。啊，你也常来看我的，他也知道啊，规则你也都知道啊，聊天室的规则你都知道啊，一直讲讲讲讲讲讲到这很烦呢。换做其他人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忍一下忍久了也是会发飙的好吗？你只拿牙签戳人戳人戳到最后还是会流血的好吗？ Hello， 感谢超级留言，想问大家一起玩是会员才能吗？有没有什么规则？没有，现在进来玩的一堆都不是会员。好啦，你够了，你去用灵芝啊！感谢捷云超级留言，感谢啊！怎么是你给钱道歉？不是应该肇事者吗？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啊？哦，750啊！我想为什么75块的颜色怎么会这个样？感谢靠腰啊，等我一下哦，对不起。我一直忘记你名字哦，景叶。感谢景叶的超级留言。就不是你们让我不开心的啊，怎么是你们来帮忙，懂吗？啊，幸好你没点到1500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点到1500我会骂你白痴你在干什么，然后但是我还是会默默收下去哦。你在干嘛啦，白痴哦、喔！那还是收得很开心，这就是人，我就是这么的现实。我1500，我想说1500下去，我想说，就庄家立值一番，不就1500吗？怎么了吗？我刚刚是心里是这样想，哦，我又误会了东西。对啊，然后到很后面我才知道血流成河就是红地毯啊，血流成河，
干，你确认课还不够多哦。哦，爆料咯，有人在爆料咯。好啦，感真的感谢超级留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觉得是真的最近太累了，然后都睡不好。今天有 boss 房吗？没看到哎、欸，没看到彩鸟婆哎、欸。BOSD 是什么、啊？我想要这一张欸，我好想要这一张哦。可以改碰碰，不是啊，我想要三色同课啊，没有同课过啊。転売できてよかった。没有同课过啊。哦，口水喷出去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比较还好，今天也没有玩那个，跟他们玩。手痛加上情绪很低，怕影响其他人玩游戏的心情。谁回来了？嗨，哦，白痴哦！哎，我刚刚花了两分多钟在检查我的 OBS 音效什么的。我下次要玩13号星期，我真的要赶快把我的麦克风弄好。很想参与啊，没有参与到很难过，就只能比动作、跳舞什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只能站在路灯下面跳舞。
大才 YL30 是打早对不对？你是打早安，我就知道，厉害吧？因为我也常打 YL30，反正就是00，有没有？安安。我很有经验，我超有经验的啊！拜托，只打一长串才，所以我那时候解读一些很眼熟的一些乱码，我就觉得解很快。这什么东西？大家吗？大家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天安安，等一下，祝大家好，大 EL3，对啊，大家好，我排运很好，没有啊，刚还差点死，差点飞，上次看啊。那叫运气，运气呀！啊，不安安。我的颜值好像有点久哎，是吗？哦，没有哎，看错了。后面就下去了，很明显要果啊，对不对？再来一张，我就双粒子了，没有了，没那么大，对不起，我道歉，我在骗人，我道歉。哇哦 ，perfect， 要叫妈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本来最近到早上五六点那时候，我想过要开台。我真的有想过，想要好无聊又睡不着，开个台好，因为那时候刚好剪完片，啊，剪完片我就想说，啊，开台好吗？我在玩什么？日麻吗？然后一直在纠结的循环过程中，最后莫名其妙已经八点半九点，那时候允月也开始开台什么之类的。感谢紫衣雪夜的超级留言。很久没来了，你看你多久没来了？感谢红包，哎、欸、，BOSS 房开了，78650，78650。手机好像跟电盘不太一样，稍微吧，对啊，我刚刚很快的把魔王打下去了，没有啦，他很快的把别人打下去了，所以可以开房。
我最近再过个两天吧，等我魔力宝贝的格斗士升阶之后，哦，顶上哎，升阶之后就有聊天台了。如果我要练技能，练技能就有更多时间可以跟你们聊天了。因为我练技能不知道干嘛，顶多听歌，不然就只是开台跟你们聊天，然后做的事情给你们看我无聊的画面。因为练个技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跑不掉啊。你看动画我没办法啊，你为什么有办法边看动画啊？欸，你点个技能点一点点两下之后，你回过神来已经是另外一个画面了，欸，怎么有办法啊？我昨天就在看那个柯南的那个人家在解说还是什么的，就是七八分钟的那种讲解，然后我光只是点个三个画面，我点个技能点一点点怪点怪，只用了十秒钟回过神画面啊啊，这里是哪里？然后那感觉多恐怖嘛！哦，可是不自摸又，我想说我要赚1000块而已，我只是想赚1000块而已。你之前边带图边打日嘛，你也太强了吧，我没办法啊。我只是想要1000块，欸，搞不好他也听牌了齁，这样赚不到1000块。我才不相信你会打麻将，我真的不会打，你看我这什么烂牌，太狙。看我再雷啊，我就不会玩麻将啊，日麻那么难玩，是人在玩的吗？一二三六，你确实也听了是不是？还好嘛，没什么嘛。来这一张我就杠下去了。我早期也都是只会碰碰胡啊，因为碰碰胡就可以玩杠啊，有时候会顶上开花，有时候会把别人的牌变大，然后去打飞别人啊，很好玩欸。优花等我一下，我回家。就像这样子，你好像很行欸，这个是很没意义的做法。我有时候这样子玩到自己没办法唬。
你有没有乖乖在家里呀、啊？有没有到处乱跑？你胸口开了一刀，你怎么了？你撕我，你撕我，我不是说私讯照片呐、啊，你密我，你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再跟我说，好啊，好啊。好什么？好凹？好波？你要好什么？房间是不是坏了？哇？又满了？但是我看不到东西耶。那等一下他进来之前的我都踢掉哦。那个自疑色大四喜，我等你哦。你进来才开始玩哦。好，都到了哦，我按了哦。我说了，他进来之前的我都会踢掉哦。就他一直不进来，有没有？62949，好踢，你快进来，算踢人很好玩，踢，好了，开始了，就这样，耶、yeah ，抱歉了，那些被踢的，我有看到某某老居、空宇还有谁。太瞬间了，那个轩，什么轩忘记，嘉轩还有谁？这漫画蛮，这画面蛮有趣的。没办法，毕竟我的画面就只有他是活的，你们另外空的我不知道是谁，我不知道吗？我觉得这样听蛮好玩的，真的假的？就很北京哎。是说实况的广告不能跳过吗？可以啊。哇！呛到了，确诊了，我确诊了，没有啦，
等一下，好难过、喔。啊，没有，我刚刚防疫破口没用，我刚刚在喝东西，然后喝到一半的时候看到这个牌，我觉得哦还不错，结果换过来更不错的时候，刚好就是吸气跟吐气的瞬间。喂，我打疫苗了吗？我没打、欸，我还没打，还那么缺，还那么缺让。应该打人先打、啊，因为其他人比我更需要啊，我就先让就就没有去抢啊，对吧、啊？吞到口水。欸，这堪比人家考试或是五岁的时候被口水噎到那种感觉。真想把自己杀，是把自己杀了、欸，你们会吗？那种很安静，然后你又很想咳嗽，或是被呛到噎到。啊、哦，完蛋了！啊、哦，我怎么会把我打掉？啊呀！对啊，所以我说我现在不需要啊，所以才会说让那些需要的人先打、啊。你的三饼哭啊？怎么了？你拿的一二饼吗？还是二四饼？他回来了、欸，天牌できてよかった。就还有呛到的牌没有让我胡到牌又结婚了吗？没有，这个是衣服但我赚了1000块，很亏、欸。我讲话变这样子，讲话都我要吃我的咖喱饭。你晚餐吃冰棒，怎么那么幸福？
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咖喱被呛到还好，你被呛到之后，你的咖喱喷进鼻孔里面去，那也很痛苦。防疫在家打麻将真的是好主意，防疫在家看台更是好主意哟。昨天我也是没开台，然后再看其他人的台啊。然后剪片，你一个头啦，已经两万出去了。哇哦！干他，真的好危险呢！让政府买疫苗是个好主意，什么东西？哎，对，我也样样的啊，没有注意到，分手。他跑了！以前吃太饱，吐的蛇虫鼻王，那就是喷太严重。我也有这样过啊，然后所以我的鼻腔里面都会有呕吐的味道。但我在吃东西。这两张好危险呢、啊！橘，你觉得要打哪一张？啊，原来你还没听牌哦！没有，等到啊，等到哪一张来了，我们就打另外一张，好不好？好呀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吓死了。你是位牌吗？谢谢，好想看你的牌哦。比较可恶，没打中啦！想干什么？我好奇你的牌是什么？我狐狸，你是哪一边？但是我们这一边的啊。那嘎嘎，你是哪一边？应该是位牌给我的、啊。
我刚刚也想说该编，可是想说太难听了不好听，结果你自己讲出来。然后该该你是哪一边？突然觉得哦好顺哦，不是该编吗？该编哦，继续搜寻啊，你打同音的该跟编都打得到啊。晚安晚安，麦快普底线 YT 晚安。感谢自己设大自己怪灵跟初学者，感谢感谢。哎喂，哎，刚刚抢进来的，哎，好，开始喽，不广告啊。我想说有没有在观战，然后观战帮我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羊牌给我，还是他真的不要手上那张牌。哦，壳后遗症还在，酷酷扫后遗症。查牌谱我知道，我想说看看刚刚有没有人在看。请问如果抢不进，我是不是可以来琢磨认真读书？你就好好念书吧。幼花，我被螃蟹咬了，幼花。陆景读书加油。
那知道谁才是老大？不行，有时候你一爬起来，马上被他按在地上砸。光玉的螃蟹比人还大只哎、欸，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桌子的大小，很胖很胖的桌子。等到它六月底跟 Switch 联动后，不联动啦、啊，跟 Switch 可以在 Switch 上完之后，我再开台给大家看。你是说新角色那一只吗？让你们看看我多废，都不做事，让优花跑步。桌子腿大小的螃蟹没有，它的脚就跟纸片一样薄，你不用想要吃蟹脚。我以为他是月初，六月初就跟 Switch 绑了，就没有。今天才看到说是跟，是月底才有，29、30号才有，到时候再买吧。但我对光遇没有说到很强，但就觉得在里面打扮，然后有的没的互动，觉得蛮可爱的。蟹黄吗？我是不知道啦，不过它有个地方真的螃蟹超级多的，它会把你咬起来之后啊，你爬起来之后马上再咬你，爬起来之后再咬你。哇，那你们应该都很适合来玩光遇，这边有大把大把的螃蟹等你们啦，还有很大只的龙虾。最近比较开始比较对那只龙虾还好了。不用想啦，拜拜。那只龙虾还会飞吗？会哦。你玩很烂会被看光光。你在攻虾小。让大家看看你的丑姿。哇，然后到时候把你的名字改掉。最无情的跑图机器上线咯。欸、我到时候怕 Switch 会过烫，应该不会吧？你问号，我比较担心有几个东西啦。第一个是，到时候如果我用 Switch 玩，我有办法实况吗？因为这个东西，有些东西你是触控萤幕的，比如说你要点好友的头上的东西，或是点一些互动，像弹琴好了，它是直接戳萤幕的，所以应该也是跟动森一样，有一些功能没办法实况上面玩，因为动森像是打字好了，人家是直接戳萤幕打字。比起你用手把那边慢慢点字还要快、啊、他有机会吗？三张咯。
欢乐狐狸场，哎，满出来了，哎，他放弃了吗？你放弃了吗？在笑哎、欸，看来他还没放弃。嗯，我放弃了。蓝蓝安安 ，Hello Hello。他听国师无双了，他国师无双了，觉得不是欸，我觉得都没有那么强呢。是欸，哇，国师无双给我看，打我脸耶！哦，西姆少，他讲话好快哦。啊，搞西姆少，发大财。你有发现你在等的四万在台面上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根本还没听牌啊，我刚刚还有一张牌要出去我才会听啊，所以我刚刚一直没有进张啊。哇，狗西木手，回家，回家，啊。来吧，四宝牌。我们要杠一下啊，敢不敢杠啊？
不干什么啦，干啊，敢不敢干啊？没有宝贝，那什么脸啊，才9000块。虽然才9000，可是上家要输掉了，上家。噔噔。输啦！哎，后来我今天在听一首歌啊，《珊瑚海》跟《不该》可以接在一起耶。哎，是不该，不是不该啊，是珊瑚海吗？哦，就是转身离开。分手说不出来，感谢某某。哎呦，差点按到，我帮你打起来。好啦，广告咯，广告时间，然后上二八一四，可能按一次哦，再按一次哦。他怎么唱？然后可能要有 BGM 才能呢、欸，可恶！改天啊，这两天可能会有画图台，然后到时候再播版权歌吧。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。好纠结哦！恭喜抢这个预判延迟，大概是结算的时候比较机会。没有啊，有时候结算的时候可能会按的比较慢，然后他们就是错过了。我叫上家星期三，哦 ，Wednesday 哦，哦哦哦哦，跟那个啤酒节。我这次不会再记错了，那个啤酒节，不啤酒节啦，葡萄酒节，葡萄酒姐姐，好久没看到你画画了啊，这么期待吗？可是为什么不想开画画台？就是因为，好啦好啦，讲实在，画画台好像也比玩其他游戏，比泰拉瑞亚还多人玩呢、欸，还多人看呢、欸。所以我那时候才想放弃画画啊，因为你玩你喜欢的游戏观看数不多啊，你画画观看数又比你喜欢玩的游戏还要多。我在讲什么东西啊？那时候是一度就是画画的时候人数没有到很高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很，也不是说挫折吧，就觉得说就不要经营这一块了之类的。啊，有时候画画又是很轻松嘛。啊，可是就很北七，就是有些人会说什么啊，你的眼睛怎么还没有，怎么好像不对什么之类的。我就怎么看都觉得说不会不对啊，我觉得很棒还是什么之类的啊，我就请他去粉专
留言说，把私讯给我说你画你的图贴给我看，就他也没有理我，他说他不会画画。我说好啦，也没有逼说美食家一定要会做菜一样啊。可是他，我就问他说，那你觉得要怎么做？他说他不知道。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几岁？他说国小。我就啊，好吧，好吧。所以你喜欢打麻将吗？喜欢跟不喜欢吗？不讨厌，这样可以回你吗？打麻将还要看你们聊天，然后你们教学什么之类的，吵死了。开心最重要，不是啊？你看哦。你今天可以很开心，但你很穷。你可以当一个很开心的穷人这样子，这样讲有没有很难过？但是是事实啊，你可以很开心很快乐，可是就是你会没有钱。啊，你也可以当个说不快乐，但是你很有钱的人。对，我想要不快乐。哇哦，我想要当个不快乐的人。干嘛？我刚刚说过什么？好啦，算了，没差啦，给你们打，给你们打，让你们打。让你们打，没有说过啊，你们讲啊，我就开始要拆牌了，教我怎么打，我就怎么拆，好吗？打红中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把这打出去。让你们看到吐血。不写。ノーテン、残念。你打教练太凶了啦。唉，你这样要怎么好好教懒懒
玩日麻。你说暴走大鹅哦，我觉得那款版就比较像在 Switch 上出的啊。哦，我看一下我听什么，六七九，七是为什么听七呀？哦，五六七七八九。然后六的话是当对子哦，不对啦，他是葡萄酒节啦，你们那是什么星期三北七哦、喔？我后来发现不对啊，星期三有这么短吗？北七。好大，你是打好大吗？好，对啊，好，好荡吗？对啊，在打什么字啊？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？C L 三 C， 你那是 A 吗？好多白痴哦、喔！我以为那是小写 L。我有 DC 呀、啊，不过 DC 是只有订阅者才能进来的，因为我要管控品质，我要控款品质。因为如果来闹事的话会比较好找到的，而且惩处会比较严重。你订阅了不是这个订阅啦，是要你的 ID 变成绿绿的这样讲可以吗？是同样是订阅啦，可是这边的意思是加会员啦，不好意思哦、喔，你不会的，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个小朋友不是这个意思。然后讲那个小朋友，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？要花钱加入吗？对啦，讲白一点就是花钱啦，对啦，我不想讲那么明白嘛。哎呦，哇，蓝蓝还是你讲话最直接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？我们要去试点，对吧？哒哒噔。噔噔噔噔噔啊！
懒懒怎么办？我要打哪张懒懒？懒懒救我！好吵。朋友，有很多问号。刚好。放枪一发，谢谢。不是哦，我们开玩笑的，不是你的玩笑都很过头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踩到很多次底线了，只是管理员跟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个 Marco。上次就已经提过你的事情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清楚，你有没有做什么？不要觉得说你没有，你就是有。靠腰啊，把牌变小了，不是牌变小，把牌变难打了。你不能因为。做错事情一句开玩笑的这样子结束这一回合，这其实会给人家观感很差，而且动牌，换我不是不该碰的，棒，棒，厕所开领域，我的天哪！那请问你的领域是不是从外面一打开门就打开爆了？哎，东四了，哎，55分了，等一下再开一场哦，就没有了。
等一下，我要吃什么？刚一只，不知道什么虫爬到我的眼睛上面，刚看到余光有个黑黑的东西在爬，然后拿下来，整个变成瞎子看不到。好吧，我觉得你麻将观念应该没关系啦。我想一下哦，我觉得你的麻将观念应该是可以发现我在乱说话。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我的观念就是不好，可以吗？而且你已经讲过很多次了。怎么讲？当时也没有在怪你，因为你毕竟说你那时候是国中吧，你15岁不是吗？所以我真的是对你放宽很多次机会了。而且真的不是只有我会有这种感觉。怎么又有了啦？那只虫到底是我的飞蚊症害的，还是嘛？真的有眼睛上真的有虫啊，烦死了！而且你既然刚跟我提麻将观念这东西，好，那以麻将观念来讲说，你刚刚讲的话是不是不该讲出来？就算是玩笑的话，你就讲出来合适吗？那为什么就只有你可以开玩笑，别人不可以开玩笑啊？我是不是对你下手了，你也是觉得很合情合理？你觉得是吗？懂吗？好，今天你跟我开玩笑，我 ban 了，你会觉得说我开不起玩笑？那是不是其他人每个人都打一样的话？好，现在聊天是几个人？好，100个人好了。那如果超过30个都在那边跟我开玩笑，我还玩得下去吗？那为什么只有你有特权，有特别的权利？我刚其实在想要怎么好好跟你讲，只是发现你跟我讲说观念这个东西，好啦，最后一场咯，感谢。没想到你们两个挤进来了，你给我去看书哦！你要打，你要跟其他人一样抢的啊！大家都平等的啊！大家都是平等的，所以没有人是特别的，好吗？你看杰云都给我那么多钱，他还不是要乖乖排队？我也很想让他走后门啊。我是说牌桌上面的位置让他、啊、可是就一样是大家都是抢的啊，没有人是特别的、啊、你也要打好来我们吃下，我帮你来我们来打好吗？蓝你最特别了啊，说好的公平呢？哎、欸、难得男蓝说这句话、欸、虽然我觉得他也是开玩笑的。嗯、我是最偏心的人好吗？
本ですよ。你是不是用到线路 A？ 线路 A 跟 B 没差吧？你说很卡吗？被踢那一次应该是有一堆人不敢抢进来，怕被踢吧？结果你们就抢进来了，还是有些人毫不在乎，想说谁管你啊，抢进去再说。A 容易卡，我好像是 B 耶、欸。哦、oh? ，ボンですよ。散散散散散散散！散，让他散，让他上，让他散。让他散，让他散。交给你了，陆景，终于一局结束他。没有啊，对不起，我太凶了。让他四缸散了。你要回血就要靠这一波咯。你的很亮欸，你没回到血很亏欸。哎、欸、有了。哇。没事。好凶哦！你们怎么都那么凶啊？我还在那边幸灾乐祸的，散散散散！我都太缺德了。我对面的我下家啦，不对家啦。一二三四，嗯，好，好棒哦！等一下，我才刚低头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大、啊？哦，他庄家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哦、我庄家哦，结束了，感谢各位，这一场这一局很快，感谢各位，
大家晚安咯，就到这边咯，感谢大家今晚收看啦，感谢嘎嘎陆景跟星空什么雪冰雪雪冰，感谢啦，这样啊，最后的波纹好看到了，你给我换回来哦，我要女的。好啦，就这样咯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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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关台语。